好了好了好了，看到没有？旗正飘飘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马正萧萧了，看到没有？我跟你讲哦，今天厉害了。三月底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冷，超级冷，太冷了。没有想，昨天居然冷到十二三度，太夸张。今天稍微回升到差不多十三四度，一点点，等于没回升，是，就刚好是适合吃火锅。还有各位兄弟姐妹，哎呀，我们今天连小朋友，可爱的小朋友，哇，好可爱，他正在摸着他最重要的那个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大家子，哈哈，人数可以说是越来越多，是超多。我们的这个商家可以说越来越可怜。今年是这个规模，明年不敢保证哦，明年不敢保证哦。越来越多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刚刚这样随便看了一下，是这边的装潢，你怎么样？你觉得怎么样？低调华丽不说，你喜欢？那明亮中又带着一点这种帕莱佩朵。你喜欢这种昏暗的地方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它是有一点亮，又不会太亮。哦，有氛围，有氛围。现在我们要好好去吃这一餐。好，好好的把这个响锅吃起来，好不 OK？OK， 响锅吃起来。从前天一直饿到现在，都瘦了。瘦了。刚刚他的腿好细。刚也瘦了，刚刚最近。刚瘦了，刚瘦了。感觉上瘦了一点，但是这个肚子这个地方好像……哎，注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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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一下吗？哇！哎，这家店讲究，讲究。他今天在一个这样子的，目前台湾少数的林荫大道的旁边开这个店，不容易。台北市真的没几个，没有几个林化咯，中山咯。对啊，这个林荫大道。这个汤也是讲究，它是用真正的蛤去炖制的。您分到蛤汤是不是？真的，为您准备的蛤锅。蛤锅，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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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蛤，你去蛤好。蛤好。蛤你是。他想要卡拉伊。蛤我行。他想要卡拉伊对。卡拉伊我卡拉伊。真的吗？可以卡拉伊。蛤不行。蛤你给。蛤不行。哎，他蛤蜊过敏的。啊对，就是贝类。啊蛤蜊过敏。真的。吃了我嘞。我那个是。好，这是它的原汁。哦，它原汁原料。你不介绍，我差点就把它当植物。管它，不不不，下次我跟你讲，因为你这个很讲究，感觉上很漂亮。但是呢，这会让人家，这个会让人家误以为它是很好的羊奶啊，或者牛奶，这个会误以为是一个很高级的柳橙汁。因为喝醉了有没有？哎，我给你，我给你，哎，辣死了有没有？马上就会唱出黄明志的辣死你妈。哇！哎哇！行不行？哇！哎，这个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店长您怎么称呼你？叫我威斯里也可以。威斯里，威斯里，威斯里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么好的这样子的一个菜盘，该不会只有我们来的时候才有吧？啊，不会啊，已经是全世界都是这样子啊，全是这样的吗？真的假的？我们这边吃饭，我们都是这个菜盘，都是这个菜盘，都是这个菜盘，这么漂亮。对，一个人就是这样，跟他两个，一个人是这样一个，哎，一半一半。对啊，我知道一份一份嘛。对对对对对，晚上特别介绍中间黄色这一个蛋饺是吧？它是日本进口的甜蛋烧，所以等一下你要煮的时候下锅让它吸一下汤汁。吃起来风味就很不一样，辣锅也可以，可以，它在辣锅、细辣锅汤汁，它会吃起来有点香香麻麻。然后如果吃了海鲜汤的话，它会吃到那海鲜汤的鲜味。哦，这样子啊，对，哇，这个，所以这个很特别，我一定要特别。哎呀呀呀！我跟你讲啊，这时候我们又不能不问，说，因为这个网友会说，哎，问你呢，问你呢，一个。我怎么知道？问你呢？哎呀，你进来。哎呀，你最公正。对嘛，九四号，有事。问你，你刚才跟我说什么？都不约你哦。他真的是有，就我们三个没事在那边吃饭。对，辛苦的。没有工作的三个。那记得，那困难的，他们都有事，好不好？你这什么？司礼来，你看，司礼，司礼，司礼，你这一周没礼也算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？那个是那个松板猪肉。哎呦。它是猪颈肉哦，所以它一定要吃熟的哦。哇 ，Oh my
台哥一直喷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一直喷，一直喷台哥，还只喷台哥，有没有看到？没有。我今天为了这一餐都没有吃饭。这就是没有工作的人的态度，就是为了赌这一餐。对，其实阿内马里亚桑来到台湾以后也觉得非常的幸福。对，真的，真的太幸福。这是那个花枝虾仁酱，花椒这个是花枝酱，就是花椒。对，他们两个都是手工做的。所以等一下你们要吃的时候啊，先切四等份。OK， 对，我跟你说。四等份，然后煮五分钟。嗨嗨。家里只有咖喱吗？没有，啊，有那个萝卜跟马铃薯，没有肉，没有肉，对，而且还是我们自己做的哦。看一下，我们咖喱很像日本的，是日本 style， 日本 style 的，嗯，很多野菜。哇，这边再帮你们上一下我们的爆炸蛤蜊。爆炸蛤蜊为什么？这个呢，其实是我们的另外一种汤头。你如果想要喝海鲜汤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建议喝我们的这个爆炸蛤蜊锅，嗯，因为它有50几克的蛤蜊，然后加到海鲜汤里面呢，汤头会非常的鲜，后面的汤会非常的鲜。哇，都是蛤蜊精华哎！你看内行的人已经在动手了，对，已经在加了。他今天晚上就是要靠这蛤蜊汤翻身了。等一下，哥哥呀，哥哥，先看那个哥哥呀，哥哥，这个首歌已经100多万的订阅。哇，我也有看到，大家都喜欢你，我也喜欢，对啊。而且美秀集团真的很了不起，又做出了新的美秀感模这首歌。你有看那个照片吗？没秀的，那请问这个膜是？对，这是什么？没有啊，是大石豆皮。大石豆皮，豆皮豆皮，我们台哥最爱吃豆皮。You got it。这个是哎呦，双人享牛。哇，好想拜，每一个东西想拜这。这家是非常适合玛利亚的一家火锅店，真的。而且日本朋友来一定有福气。嗯，很喜欢。那是三元，三元可以来拍一下。哎，你看我是三元，一、二、三。不是啦，是一二三耶！真的有看哎，真的有呢？为什么呢？三个日本人要一起讲啊！中文的，我中文的，希望台湾的大家会看的呢。对，这一家店呢，为什么一早上要喝牛肉汤？那得要弄牛肉汤啊！这家店有清单，所以我觉得早上也舒服。不是业配吗？不是业配，不是业配。没有拿钱吗？没有拿，没有拿钱。我输了呢。哇！该不会是哇！这是我们的豪华海鲜总会。是。该不会是我们来的时候才有吧？当然不是。所以海鲜总会就是这样子。对，我们的豪华海鲜就是这样。豪华海鲜总会就是这样。对，大家看清楚啊！哎。要把截图看一下，你想来对，然后不是这样子，就是爆炸，一颗一颗对，不要这样，我们是一样的，这样模式，真的就是这样，我们是绝对不是欺骗消费，绝对不是，就是这样。那先跟你们稍微介绍一下，就是因为我们会有这样子的做法，我们叫海浪声，你们会海浪声，它真的是从就是海边运送过来，有海浪声的，有梗的，听到吗？箱子里有梗的，有海浪声的。我们会有这样的摆法，就是看这是整个水族箱，生态刚出来是因为。老板就是从小在基隆长大，所以想要把最新鲜的海鲜带给我们所有客人。该不会是嘉士平的兄弟吧？我们这边会有那个小卡，就是贴心小卡，告诉你们说我们的龙虾跟我们的海鲜应该要怎么煮，会在那个时间之内煮起来会比较新鲜。你们如果你还有需要煮，都可以照这个下去煮。好，谢谢。对。我把海浪声带走了。好，谢谢。是他手上的蓝牙音箱，白痴啊！很有效，对。这个箱子很用心。我们这快要不行的时候，你就来了。这个差点，我们当成汤又加料汤。有不一样，有不一样。好香的奶茶，谢谢。哇，谢谢。这是奶茶，这是冬瓜柠檬冰沙。哇，非常。哦，你看一下。这个鲜奶茶。司令，我问你，是这两个谁看得出来什么是什么？瓶口。喝醉了以后，醉一点，哎，我给你，啪掉了。等到你喝醉以后，这个就不会出现在桌上。我先把手掌换。五麦。哎呦，这边帮你上一下我们的调料。奇葩。八角肉丝。Strawberry。那我这边帮你倒小。这
是酒哦。对对，洋洋酒。哦，洋洋酸。你在变魔术。就我就问你一下，卫斯理，你费不费劲？我就问你，要把你会不会太费劲？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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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可爱哦，可爱！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很多此一举？不要，不会不会，很重要这个桥段，可爱吗？你这个是来电的客人，每个都会有这样的一套，如果你点的话，对，有点就会有，对。我想原来的那家店的生意应该是很好的，第一家，他肯定是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口碑了。我们常被客人说我们一味难求，对不对？一定是这样。然后我们再把这边报道出去以后，这边整个火爆，真的。谢谢台哥，我希望一定要这样。这个是熬过龙虾头的海鲜，龙虾头。来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これは海の味ですね。超级海，海。我无意你们会尝一下。我们一般的海上里面有的蟹味，对，还有个龙虾的味道。不小心喝到那个海水的感觉。跟凯哥拍那个一日游才不小心喝到海水。对，真的。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真的会很害怕。什么？黑曜石上面。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。因为在台湾没看过那么这个很台的偶像。没有，很像日本的艺人，对。陈哥，我们这边帮你上一下我们的芭乐底加，芭乐底加啦，这个芭乐，这是台湾芭乐，我是台湾音啊，你的芭乐底对，底加，你的芭乐准备好没？好，谢谢，朋友啊，留步，师弟，我问你一下，通常客人点这道的时候，你们都有这个表演吗？通常我会问客人，你要冷静版还是要疯狂版？哦，这样子，是。那以后我们都冷静版，冷静版就放在这边就好了。你确定这样抛出去之后不会有人点疯狂版？我跟你说，全部的人都点疯狂版。所以这是什么酒？那我跟你介绍一下，这一支是台湾精酿啤酒，它是那个芭乐野。那这边有两款，一款是那个威士忌，一款是 bourbon whiskey， 一个是可以苹果醋一起这样。对，你可以先尝一口它的这个味道，然后再把这两款加进去。加进去之后，它的那个风味会完全不一样。马店长，你先吃一下本来的这样的味道，好，然后再加上 whiskey， 都往喉咙内吃。我是哎，哎，蛮有危险的，可以呢，啤酒一下都可以。来，真的有那个水果的甜味跟酸味，跟普通的啤酒不一样。美味的吗？很好喝。司令山，这个全部都要加吗？对，是，还是一样加？我们通常会跟客人讲两款一起。啊，那行，你加，帮他加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来，没问题，去吗？好，这边玛利亚喝过，等一下他们每一个人都抢着喝。没有蛋糕你们自己烤的吗？对，我们自己烤的，而且在含在套餐里面哦，不用另外点。你真的超好吃，谢谢。这个超好吃，这个超好吃。这个不是甜甜的那种，是浓的巧克力，浓的浓郁的，超好吃。哎。平常你们有什么要申诉的啊？有什么东西对于节目有什么？你们有冤情就讲吧。有冤情就讲。噔噔，王朝马汉，杰瑞斯哥，又是麦亚丹。启禀大人。哎呦哇，哎呦来了。小娘子，有什么事啊？民女不愿言。对，台词这么短，没了，太短了，是不是？不敢再讲，不敢再说了，再说下去就没词了。对，民女王，看你会想，对，民女王呢，自己自谦，民女，民女，民女，
menu 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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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enu 正所谓酒足饭饱之后呢，不免要为这个餐厅啊下一个注脚。响锅酒馆，赞，就一个赞，好不好？响锅酒馆赞。如果说是香港的来讲，广东呆呆呆，香锅炒馆呆呆，好呆啊，好呆啊，呆食啦，好唔好啊？呆食，呆食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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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不好？所以希望真的有空的话呢，来这边品尝一下。其实锅其实无外乎就是很简单嘛。第一个，你调的酱料好不好吃？第二个，食材新不新鲜？每个都是自己的厨师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自己要几分熟，就是你自己决定，是不是这样？不管是三五好友或者是约会，都非常适合，是吧？而且约会来真的有面子，然后女生又开心。Hello， 今天我们这个上班去吃饭，嗨 ，Q， 可可马德，谢谢大家。欢迎光临。我真的凯哥在的时候才会吃到那个鲍鱼，那不是小孩子的食物。而且我之前是因为对贝类过敏，所以不能吃鲍鱼。可是凯哥有一天跟我说：“你看一下鲍鱼这个字，鲍鱼后面是鱼，所以鲍鱼是鱼，你可以吃。”然后吃完就没事。对。凯哥救我了，凯哥是你的鲍鱼恩人，对，鲍鱼恩人，你以后访问的时候你就说凯哥是我的鲍鱼恩人，鲍鱼恩人，然后记者他们就说哎，这样，然后你就把你的故事讲给他们。